单。这个地方还是算比较经典的一个包。曾经有一台红色的八零从这里报上去，那个视频已经，反正当时的话在整个越野圈里面非常非常的火。刚才的那个钢管车也是一把就给它干上去了，没有出脚盘啊。这个难点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难点。